今天我的烧沙酱有我的西红柿、大蒜，今天煎一个三文鱼，再来一个水煮西兰花。女生敲敲大腿外侧，大腿的线条会更明显。不过你妈骑的时候不要敲干净哦。注意看字。早上好，现在是早上的11点。然后呢，这是可以改善提肌无力的，你眼睛开始往上睁，上睁，往左上睁，右上睁。因为我们都各自有自己保养的秘诀，因为我们是保鲜 肉三兄弟，三缺一。今天我的烧沙酱有我的西红柿，有我的香菜，还有我的洋葱、大蒜。今天煎一个三文鱼，再来一个水煮西兰花，然后还有我已经事先会先准备好的糙米饭。三文鱼用什么呢？橄榄油。早上好，现在是早上的11点。接下来我要做一套眼肌训练，在我有重大的活动前我都会做。不管你有肿泡眼、眼窝凹陷或眼肌下垂的公主们，都可以跟我做的试试看。首先呢，你可以按摩一下你的眉肌，就是这样上下一直捏，从内捏到外面，会觉得很酸，越来越酸的感觉。大概做30到60秒，慢慢的。由内到外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在你的眉骨的地方开始这样子压它，也是内到外，酸是好事，很舒服。这两个运动完以后，我发现我开始有精神，不止眼睛会变大，我的精神也来了。第三个动作呢，两手按住我们的眉毛，让你的眉毛不要动，然后呢，这是可以改善提肌无力的，你眼睛开始往上睁，可以往左上睁，右上睁，有没有觉得越来越清明的感觉？清明解药，眉清目秀的感觉。接下来要锻炼我们上下眼睑的开合能力。两只手在你的眉毛上面，然后你往上提一点。然后呢，现在你要做的是眯眼的动作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准备妆法，然后就去见我的老朋友喽。吃饭时刻，你在喝什么？你在喝什么？蔬果汁。你健康吗？原来你都是这样维持状态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喝奶茶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想成为小奶狗。你知道为什么喝蔬果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想成为保鲜肉。因为我们都各自有自己保养的秘诀，因为我们是保鲜 肉三兄弟，三缺一。